哦。好进来，好进来。
说下雨，他们说还好啊，但就确定是那些是我上过的，因为这几项是湿疹是我上过的，我来啊。
Thank you.
烧肉的粉是比较薄的，所以要吃起来。到园林电影城三楼爆米花。
那个就好哈。好，还有要几个肉吗？
放一千多块。是的，你负责都是快炒。嗯，真的，我们这里有嘞，119。啊，你不在，啊，你不在买那瓶那个酱？没有，119。对啊，一个酱不两百。
要坐里面哦。
加多嘛。开灯。
拆掉再开始。
就会开始切它。
好，我们得来。这个吗？还没。没做成两桌，一个呀，一个。